日本在今天上午发射了自主研发的新型火箭，最后确认能够成功点火，并且依照计划进入预定飞行的轨道。在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义仲，我们再会。